开始了哈。啊，那我现在跟纪赏哈演示力学，一搭手，我往上，然后他这样，但我这样，他这样，我这样，他这样，我放后。啊，就是说，可能好多方向，我哎，这样是出去的哈。但如果我是直接这样出去，他反而把我搞了，所以。直接人家也直接，所以许里面的直接让人家不知道是最好的啊。我往这，那我这样打，等一下，因为我往这，他这边弱了啊。这他刚刚讲的很怪哈、啊、他说好像在拐他哈、啊、大白天其实引你进来就是一个那个让人家不知道我这边又这边了啊。因为人的注意力会怎样？你看我这样，他会来了。那我这样，我上面打，啊，我画下，他突然一落空，我就圆回去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因为太极拳的力是他有力，我跟他力，那我就必须要更大的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用一种圆曲的多方向。那我这样骗他看看，这样我这样啊，他退了也就其实也就达到目的。我中间切，我这样，我中间切，我这样啊，这个把它牵掉，这个像有点那个推步画白鹤亮翅的，反正我们招式就是这样。这个鹏，哎，鱼，单边下势。他这边比较强，这边比较弱，哎，上面比较弱啊。这个我们今天早上研究的，其实我的头并不是真的要去撞，而是有一个这个势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两边头也你也知道了，在下面，哦，大概这样说了哈、啊。因为人的注意力会注意到这，注意到这，也注意到上面了，对，也注意到下面。哎，我转，啊。对，转这边，啊，人在不习惯的各个点，他就先退啊。那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支撑力啊，他就啊很安心。我们不给他支撑，是不是没有支撑？那我吓你一下。他这个叫做引进落空，我丢空了，其实还是僵的，对吧？但是刚好哎，他空空的，你看，引进落空，哎，他又退了。哎，我吓你一下啊！因为在这个是空的嘛，那你起脚到底我都还没起来，我这边起，那我这个又打你了啊！好，大概是这样。